怎么感觉今天10000块钱好像有点找不到啊？又要冰飘花，又要水墨丹青，这个范围有点小。刚刚问了几条，你们看，全是10几万，还有40多万的。再找一伙吧，实在找不到，今天估计就得回家了。今天的粉丝呢，预算10000块钱，想要找一条冰飘花的手镯，要求呢要有水墨丹青的意境感，圈口是55圈口的。咱们下去市场给他找一下，走。这一条就有点那种水墨的感觉了，但是这个是兰花啊，你看它上面的花色跟老兰水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说从底子变成了这种飘花，然后整体的意境感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它跟普通的飘花，我给你们找一条，普通的飘花上面它是这样一朵一朵的，但是这一条上面呢，它是这样一丝一丝的飘过去，有点像那种行星旁边的那一圈一样的。这一条多少？圈口还是小了一点，这个应该差不多52的圈，做到55有点难。这块边角还挺好看的，过来看一下。你们看这个冰度啊，直接透肤色了，然后一半是乌鸡，一半是绿花。这种料子手镯做不了，但是可以做一个牌子啊。我题材都想好了，上面半部分呢，李白乘舟将欲行，下面一半忽闻岸上踏歌声，刚刚好就是这种烟雨朦胧，然后芳芳阴草地，做出来就很有个性。整个市场上找不到第二块，这一块多少？6000，给了6000。对，那也还行哦，这么大一块，还挺冰的。看有没有人要，有人要的话过来加一点，到时候把这一块盘下来，我给你们拿去做牌子。这条跟咱们今天要求很接近啊，水墨丹青的飘花就是这样的，必须要颜色深一点，一朵一朵的，而且这个冰度也漂亮，正冰以上，高冰的一个种水了。这条多少？40，长得差不多，预算差的有点多。怎么感觉今天10000块钱好像有点找不到啊？又要冰飘花，又要水墨丹青，这个范围有点小。刚刚问了几条，你们看，全是10几万，还有40多万的。再找一伙吧，实在找不到，今天估计就得回家了。这条多少？给过8000了。还要多少呢？3万，这个破万才有机会。这条哪里能过万？我拿外面看一下啊。可以啊。这一条你们看，是真正的水墨丹青了，圈口也刚刚好55圈的，然后在自然光底下有没有比室内更加好看一点？它花色呢，有些地方比较浓，也有些地方比较淡，就是要这种浓跟淡相结合起来，而且整个底子非常干净，咱们自然光底下啊，上面这种种质的细腻程度，一个镜面的光感。然后这一条手镯你们现在可能看不出来什么冰感哦，但是我打个手电筒给你们看一下，来是不是能够看见它下面的这个荧光？因为它现在还是毛胚，厚度还是特别厚的，做成正圈之后它会变薄，变薄之后到时候荧光感就会出来。虽然这一条开价是开3万，但是给价呢才给了8000，我觉得咱们今天10000块钱的话还是有点希望的，接着进去砍一下老板，走。这个8000什么时候给的？这2天给的。重新报能报吗？报不了。这个他上次谈是落价多少？过万。加500块，8500。过万我是看不到，他这个花色太深了，发黑的。整水可以。你给他问一下吧，也没什么底色。不好意思，还是不结，看高一点嘛。看高也过不了万啊，也不让你为难，好吧？9000，我主要是买个底子，他这个底子细一点，飘花呀、底色什么的，这一条手镯它没有什么优势的。这个饼多少？开20。像这种飘花就好看，它不需要说那种很浓的，一朵一朵，它就是这样飘过去，一丝一丝的。然后做出来之后呢，就非常有意境。而且这一个我为什么说它好呢？一个是种老，另外一个我拿咱们弹的这一条放旁边对比一下，有没有发现它底色也挺好看的？它是一个天空蓝的蓝底色。给多少了这个？给了6万多了。这条应该加一点还是卖不了，估计得加到8-9万去。这个怎么样了？9000，还是卖不了。那它现在不过万，能不能聊嘛？适当给你加一点没关系，它10000以下聊不了，我真的没必要谈。不这样子嘛，再加500，我帮你再去问一下嘛。那最后加500啊，真不加了，9500你问一下了。好的。这种花色黑的放市场上也不好卖。你看现在也4点半了，马上都5点钟收档了。行吧，或者说再给你转过去了啊。收到，谢谢。手镯呢，咱们最终是9500的价格成功拿下，现在直接拿去加工，走。通过2天2夜的打磨，手镯呢已经加工出来了，咱们现在把镜头拉近一起来欣赏一下。哇塞，真的太美了，每一秒都是一幅水墨丹青。这种飘花呢，它就非常的有高级感，端庄大方，而且不失优雅，又不会太张扬，特别的适合一些重要的场合。满圈的一个飘花，隔着屏幕你都能感受到它的灵动意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拿这一条水墨丹青换你们手上的手镯，你愿意吗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一起交流一下。